我跟你讲，我完全能接受闪婚。Really？ 那大龄的人怎么结婚呢？第一个呢，你要增加你生活上的那个场域跟环境跟机会嘛，对不对？有朋友说，那你会透过这朋友认识别的朋友啊，所以基本上你要就是开放你的心胸。那第二个，多出去走动啊。那老是当宅男怎么可能结得了婚呢？老是当宅女怎么可能结得了婚？我下班好累哦，累不累？好累哦，但是我就不想出门呐、啊。所以我就说，你要增加你的生活场域、生活的机会跟这个活动的机会，要走出去嘛。好，那个遵照市长指示，那个接下来想要看到我庐山真面目的人呢，我们在潭子国民运动中心见，谢谢。哇，最好的哎，最好的 ending。哇，这个梗埋得太好了，发现潭子国民运动中心声音忽然好起来了，忽然好起来了。